推动九间综合学校沙重建计划，本台安顺九年代就会陆陆续续做好个。不过现先前因在风灾土倒个，现是总算要做好个。初步托关山国中就来举行联合见证启用仪式，让现场许多其他学校读书的学生个就动听，希望做到个转到自家个学校。见证仪式过后，推动九间中小学新移动新教室，在地竟然陆续完成。电教班推动县政府，包含占地体育馆，也是加个别学校上课的学生诶，做得转到私家学校。就只有一个走廊可以活动，就一个走廊可以活动。那你爸去别的走廊？没有办法。没有哈，那你会期待赶快回来比较大的校园吗？很期待。要开冷气或电扇才会凉，但是呢，新校舍因为旁边就是那个溪流，所以呢，常常吹来的风就很凉。包括关山国中、光明国小也都九间学校，因正铁路桥无下站，建筑结构无安全，开门太铁桶，同县政府都无办法争取到中央补助合，转拜托民间慈善团体，拼命去跟教育部要钱，可能教育部被我们烦到哈。有一点点受不了了，教育部一位长官就偷偷的告诉我说：“阿伯，你别去揣慈济不？”担心一个地震来，如果这个房屋倒塌了，孩子们的生命失去了保障，所以上人就嘱咐我们推动减灾的工程啊。是在六亿八千万元重建的新移动建筑，将爱慈济金沙用的，同时用六建筑的设计，让爱乡一万内看得到正研发施工的法。有家长就讲，当感谢慈善团体的天数，不过新教室喺工作的社会系列总教的用的，相信学生爱做得很加欢喜的来学习。下个新闻陈吉明台东报道。